做一个大型的户外节目，然后两位宝宝能跟我互动一分钟吗？啊，今天我们叫做什么呢？就是街头大嘎舞啊。平时间有跳舞的习惯吗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今天我们一个任务，来上一下电视啊，来来来，上一下我们的节目啊。今天上节目的同时就是什么呢？我来教你们三个动作，你跟着我一起完成就 OK， 好吧？我们有一个看过那个就是《唐人街探案》吗？没有。啊，《唐人街探案》里面的就是那个叫做那豁牙子，那豁牙子跳的那个舞叫做什么呢？我做一遍，你们跟着我做一遍就 OK。然后我们集体演练一遍，我们今天的互动就结束。然后待会儿我们加个微信，我把这个什么呢，就是把那个视频送给你。也觉得今天在街上也尬舞了一把，也可以的，好吧？右手全部举起来，来，一二三四，很简单，这是第一个动作，好吧？啊，第二个动作，左手。来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三个动作，听清楚啊，一二三四 ，OK。确定要这样啊？对对对，好玩儿，这好玩儿，这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来来来，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，来像我一样，来，五六七，好，来怎么样？来，三二一，来，五六七八，哎，对了，好，最后我们连起来好不好？来来，小马。二三四，来，五六七八，来，来，哎，对了，要像我一样，要摇小屁股。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的，那么小马顺利成功挑战到第二关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两道题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二三四五六八，二。这个东西走，背不翻的。我明显发现左边那小伙子活肯定比右边那好，觉得对了兄弟扣个一。我也看出来了，右边那个明显感觉这腰感觉不会动，太硬了，我整了一头汗都。本来是不是不会动，是太粗了，太粗了。